世界客家不浪费，韩国浪漫台三线艺术季一下就提热情的来展开哟。今日总统蔡英文提几点目标，连登去多位世界客家不浪费韩国苗栗的客家文化发言来参观。总统蔡英文就强调，提起价位经济期间，政府是用前瞻经费推动的境内的客家政策，希望将来相关的政策就做得延续下去。今天七点人的土壤见南头，总统蔡英文托行政院副院长蔡文灿，咖啡会主委杨崇进同土建市长钟先进来到馆长的陪同下参观世客博世界馆。蔡总统没拿出手机，同电梯度太行艺术总监来互动，画面中停顿出现由蔡英文的贴片图像。真的值得去看，我们是希望透过这个博览会、向全世界展示、台湾的客家文化发展的新的高度。电灯公用摆搭地去看，总统蔡英文亲身为世客博挂布巾，提高客家民间土改含有浪漫台三线艺术季，关头艺术季要结束前，蔡总统每去苗栗客家文化发展参观展期土改艺术作品，每强调自家境内三忙推广客家政策，投入前瞻基础建设几百经费，我本抗议启动公众。那这一连串的这个客家政策，就是希望能够让客家的这个文化跟客家的传统不会是散落，而是它是一个集结在一定的脉络之上，大家循着这个脉络就可以去去欣赏，然后去享受我们客家的这个文化。浪漫台三线艺术季今年配合2023世界客家博览会共台来办，三台电器跨界五家电视。不过，某时代客家人的蔬菜是客家观光爱克服的问题。台三线沿线非常欠缺这个旅宿的设备那么这个地方盖好之后，它会是台三线上提供团客那么比较大规模的一个旅宿的地方。今晚客家文化发展进入到第三期规划，未来除了外设客家文化馆、打造风雅发展，另外用 BOT 的方式规划26间特色的展览，同60间休闲用心地馆，希望同硬体设施做好来，带动台三线客家观光发展。客家新闻综合报道。